发觉台湾人其实蛮喜欢登山的。你看哦，像我这种路，在中央研究院后山这种路，怎么还有人走这样子的？我知道这是以前的古道，但是你看这个其实是很明显，就是很多人走过，他才会走出这样。我这边又有一个水位观测井，观测管倾斜观测管，迁作水位观测井 N45S02。对，这很明显很多人走过，它才会变成这种路，要不然的话就会像那个五四纵走那边五分山那里一样，很快就会被杂草掩盖，因为草长得其实很快。哇，这里如果假设没有人类存在的话，在十年之内，这个路就不见了。应该说没有人走十年的话就不见了。哎呀，可见这条路应该是，其实主要是我不知道，其实是我不知道，是我孤陋寡闻，很多人走。好了。